请正英耀校长为陈建仁先生移帽岁。人生的旅途当中，我们要往前进，有两个脚很重要。第一只脚就是要有智慧，要有科技的创新，要有人文的创新。第二只脚更重要的就是要有慈悲跟怜悯。当我们把别人需要我们照顾的事情当作自己的责任的时候，我们才真正的做了一个很好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独行的一个好学者。我们亲爱的校友，总统府陈菊前秘书长献花祝贺。祝副总统生日快乐！一公一公哎，一公哎，一公一公哎，这个猴子都是爱吃香蕉。知道我是旗山人，旗山是出产香蕉的地方。这一次能够到中山来，也感谢中山大学花了这么大的心血。哦，你就是做二少的。